点这样子。极致饼干嘛？我妈咖啡要给他啊，然后这有两个，这个25万。看，可以放很多东西哦，发财的人。这也放两个冰，那个牛奶吧。解冻区。制冰区。蔬菜室。冷冻室，两层的，这还可以这样伸进去。彩星装水的，是双开式的，下只有下不出双开的，左右都开工。好少的，他又在说话，能不能爱说话？21万，好爱说话啊！然后他说这个里面很好拿出来，因为他有这样子，因为都可以拿。哎妈！你打开这里看看，那个是制冰的啦。入れて这解冻的地方很沉，很多冰箱哦，你看现在都是，这边是这一区都是双开式的。你不觉得这个很有质感吗？这种雾面的白色好美哦，不愧是Panasonic。说话吗？最近日本冰箱很吵，一直要说话哎。这个干嘛？这个，然后就是冷便当的，然后还有急冻、急速冷冻，这是急冻哦，好厉害！切好的蔬菜，然后把它急速冷冻，还比较好保存呢、啊。所谓，还有这个你看，也是急速冷冻的，这个就是急速冷冻。做的好漂亮，哎呦，好深，好漂亮，超深的。这一瓶水可以放在这里面，这个叫野菜室，冷冻室，好美哦。27万，可是我觉得它很漂亮，刚碰它一下就开了，为什么？哎呦，没有碰触这个是不是？东西把的，自己开，十日保鲜。它里面这个东西，听说切完的蔬菜这里面都可以不会这样萎缩下去，保持10天呢，很厉害。真的假的？这样子用到这个盒子里面啦，好厉害哟、很花俏哦！哎，有这种类似有点半透明，像我不知道这样怎么讲，像钢琴烤漆面嘛，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半透明，这也很漂亮啊，你看。哎呀，亲子饼，这里很宽，你看里面还有灯。
实我整个人都可以塞进去。的这个比较贵，比较便宜。它为什么可以比较便宜的这一台？就是他们说这一台很厉害，就是它里面呢、啊，这个地方它里面是密封的，它这样讲。然后你的东西放在里面不容易坏，就是它低温下保存便当，所以你的便当或者是一些是你根本不需要保鲜膜，放在这里面不会坏，它是这样讲。好厉害哦！它因为比较薄型啊，因为如果有的时候冰箱太深，你就伸不到里面，会不好拿东西，对不对？它这个可以伸得进去，就是简单可以拿。它是做比较薄型，然后比较好用这样。好，今天它整个锅子都可以放进去，业界最薄63，又很好扫，而且它这边很好下嘞，你看，然后它这是双开的，所以两边都可以开。这个也很不错，这一台。